就好像逼阳触缓呐、啊，
没起脚，所以他形容好像这个人是什么匹夫之勇而已啊，不会用头脑，不会用智慧，哎，就好像说很多啊什么铁圈圈的把它围起来，围得很紧的，哎，就好像用网子把它围起来了，不容易通过的地方。可是呢，君子的人知道进退啊，不知其需啊，啊，所以呢，该进则进，该退则退。可是呢，小人呢，他是就用什么匹夫之勇啊，好像一只羊呢来做比喻。所以呢，你看看他用两只脚啊，硬穿，哎，硬闯啊，要把它闯过去，靠着他两只脚很强，要把它怎么样冲过去。可是呢，硬碰硬的结果是受伤累累，所以叫做小人用壮，君子啊，君子用寡，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他说，大壮虽然是好，可是你居第三位又过壮的，又不太好了。所以往往我们碰到困难挫折的时候啊，一定要用能量智慧来做处理，不要小人用壮啊，莽撞来处理，往往都是怎样啊，身败名裂的啊。好，另外一个阶段呢，是过去是带怎么样交代式挂的一个态度而来的。所以老师在告诫我们说，大道流行传各国啊，广度有言有言有啊，名师只开无通所啊，当下即可见真佛，时机由己来把握啊，参悟真理不蹉跎啊，自我提升不堕落啊，啊，俗气怎么样出必要超脱啊。所以我们三阳啊开泰才有机会归回本位。所以你看看，哎，为什么今天可以归于本位，找到我们本性，就是泰卦而来的。哎，所以泰卦就是代表了这一次最好的时机了啊。啊，所以呢，泰卦哎代表了我们这一次应时应运，来真正在普化众生，所以叫做三阳开泰啊。好，那它另外一个哎未来的一个成分呢，就是内外交易的随卦了。哎，所以你看。闺内卦就好像一个女孩子嫁人的，也代表闺内，所以你看这个女孩子嫁人之后呢，一定要有这个随卦，叫做怎么样嫁鸡随鸡呀、啊，嫁狗嘞随狗的，一切因缘天注定啊，所以要达到随意而安，就好像一个人已经皈依三宝了，要随缘而化，随境而行，随道而变。见道成道，最终要持守善道。哎，啊，所以你看看，我们现在已经啊，已经来啊，我们道中修持了，我们就不要三心两意了。哎，不要跟我说哦，佛教会比较好哦，基督教可能会比较棒哦。有没有？昨天不是就有一个新闻嘛？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信徒啊，啊，他从啊不知道哪个国家来的啊，他说会帮人家处理哎心灵的一个疗法。啊，只要给他怎么样手摸一摸啊，他这个人里面的一些什么肮脏鬼啊、哈懒惰鬼啊、什么鬼，自然而然就会跑开了。啊，所以据说他是韩国来的，很厉害。所以你看是不是据啊，就好像我们师尊老大人跟我们讲说，未来的世界很多这个，哎，只要给你摸一摸啊，你病就好了。哎，用排了进去，用走了出来了，都很多人很厉害的。哎，然后我们说，哎，真的是这样子的，时机越来越近的时候嘛，就很多这么厉害的人呢。哎，啊，所以你看基督教就很多这方面，所以只要一个人躺在那里哦，他只要给你做法之后，哎，这个人病就好了，他怎么这么厉害？哎，而且时间很快，不用几分钟呢。他的解析说，他做法之后，他里面的一些鬼啊，不好的一些灵啊，通通会跑出来，自然而然他就可以得到安静。啊，这是他们的解析啊，哈，啊，所以我们也不可真正的很多事情呢，真的未雨绸缪啊，所以哎，这个时候换教齐花，我们千万不要太过好奇，要随意而安啊，遵照我们啊怎么样，临时所指示的前辈子啊所怎么样，哎，给我们的一个什么了愿的机会啊，好好来修道行道了道。这样就对了啊，所以呢，不要太过于好奇了哈、啊，所以叫做随遇而安。未来是错卦了，见卦了。先佛跟我们讲，己过仁德，哎，仁义德不丢啊，单纯呢，自心呢，知保留啊。
不受外在之引诱啊，自然可以脱困囚。真修实练呢，才优秀，凡事不贪又不求，人生处乐悠悠啊，人生美好最长久。所以归内化之后呢，要见卦，慢慢的，真的前途很光明的，要一步一步的，有计划的来进行，这样一定怎样比较安全。所以呢，我们很难得来求道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人生的规划出来，有短程的规划、中程的规划、长程的规划，这样子啊，我们才不会说一年过了就一年了。所以呢，我们还好，我们今年都有来研究易经，不然的话，我们这样子，什么叫易经也不太懂哦。所以你看，至少我们今年都懂一些什么叫六十支卦，易经的来龙去脉。各方面六十支卦的含义我们都懂了，所以呢，恭喜各位啊！所以如果每年都可以这样子，我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啊！想必在十年之后啊，我们境界就真的可以达到另外一种境界了啊！所以我们把握每一天、每个月、每个年，好好来修办道，提升我们心灵，这样是最重要的哈！未来是去过了通过了，他说狼呢，男生呢要选过狼啊，女孩子呢要嫁对狼啊，如此才可以丰收的人生。要皈依三宝啊，真正投入，因为投入才能深入，付出呢才可以结出啊，光华呢才可以开怀啊，了解呢才可以谅解，所以这样可以丰富你的世界，丰富你的人生。所以只要归内卦之后啊，你的人生才会变成彩色的。所以你看人生真正的意义在哪里？真正的意义就是享受牺牲，牺牲享受。所以一定要好好投入，才可以真正达到深入其境。所以归内卦未来的风在等我们。所以只要我们归三宝，好好契入啊，绝对都可以达到风卦的。最后是复卦的气气卦了，所以他说最终的归文卦，归气气卦。哇，如这个女孩子呢，是从对宫来的归文卦了。无论你在外面的游荡，这都不是你本宫的位。那游到最后呢，要产生归命卦了。所以他说下卦再回归于什么贵宫了？这个叫做复回本来真面目，叫做功果圆满。圆满的人生所以你看归命卦，你看，它就对宫的归魂卦了。所以呢，这两个卦比较特殊，所以呢，它都有讲到什么八宫，所以我们要了解八宫它的原理原则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最后卦，你要达到圆融，你要归于从归魂卦回归你的本宫。所以这样才可以达到七七卦的一个圆融的现在另外一个阶段见卦了，你归泰然行也所以这两卦最特殊了，所以一定要研究八宫，没有研究八宫呢，很难了解这两个卦的含义。因为贵命卦是对宫的一个上名的，所以它是怎样代表对宫的归本卦，见卦是正宫的一个上名，所以它是什么艮宫的归魂卦，所以才有你归泰然行的一个出现。所以这句话是从八宫里面勾勒出来的所以如果没有研究八宫的话你会觉得怎么会有这种文字出现呢所以它过去是交代生卦的匹卦，因缘果报当今现过去事不通，不交流了，而今呢一心动了。第三爻跟第四爻互交之后就有所感悟所以呢，他说好，我要来怎么样？一方面做事业，一方面呢来随天道了，一方面来研究易经了，自然就可以通所以你看看，以前他是匹卦而来的，慢慢呢，随喜了，他也通了，以前不会讲三宝了，慢慢随喜之后，他现在也会讲三宝了呢。以前也不会讲课，慢慢学习之后，他现在也成就一位讲师了呢。所以凡事都是这样子，本来不通，慢慢要学习所以随而时习之嘛，无与焉乎凡事都是要学习的。好。
好的尽量学他，不好的我们就要把它搁在一边啊。另外一种磁场是过去是续卦艮卦而来的，所以艮卦有一句至理名言呐、啊，他说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啊。人一个人呢，一定要达到能伸能屈，才是真正的男子汉，恢复少男青童的赤子之心，启发良知良能之智商，把握有限的光阴，成就无限的未来，好好的回光返照啊，必可回归于本宫。哎，啊，所以你看看，艮卦就是本宫嘛。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人生人趋的话，哎，没有办法回归我们赤子之心的话，就没办法回归于本宫。啊，所以八宫就好像说，我们就是天上哪一宫而来的，最后我们都是要回归你的本宫，所以这叫回归我们本来的真面目啊。好，另外一个阶段呢，他说什么？过去是动摇的光卦，六三爻动过来的。光卦第三爻说：“光我生，进退也。”啊，他说不要紧啊，进退之道呢，只要合乎你的本位，如实者，进也是道，退也是道，未失道也啊。不过这要看你的方向哦，以及观念了。所以动到这个卦，如历代圣贤他们如何来历练？如何来关心？哎，阿哥，你看看啊、哦，所以以前的修办道的就是这样子，哎，所以呢，他说如何来真正达到一个观的境界，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呢、啊？啊，所以呢，一定要达到观自在啊，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才可以皆空。好、哦、啊，所以以前的人都是从这个观卦，观自己的什么哎念头。观想自己啊，所以才可以达到今天的一个啊光正法门。未来是内外交易的古卦了，所以他说按照自然界的道理来讲啊，因为宇宙间除了真理以外都是相对论的，所以圣人呢怕咱们呢在那里等待，哎，待久了之后呢，自然就懒惰了，就会懈怠了，所以古卦就来了啊，所以要起而行之。一步一脚印，所以这个才合乎一个见卦，你归大难行也啊！所以啊，哎，未来就是说，我们觉得说啊太慢了，见卦用见法修太慢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哦。现在我们修道法就是先论而后见，就是让你先找到你本位的时候，再一步一脚印的把它行功了业，三千功八百果都是要圆满的。所以有只有论。没有见，没办法成就其事哦。啊，以前的人呢，是先见而后顿，哎，他已经修到三千功、八百功圆满之后，他要千里往云师，万里求佛诀哦，得到那个顿法哦。啊，所以我们真的很难得，哎，可以先顿而后修。所以现在如果顿而不修，就变成古观。所以你看《易经》够厉害吧？他都给你安排这个棋安排好了。你要修就变成什么卦，不修就变成什么卦啊、哦！所以好像怎样都离不开六十支卦它的一个原理原则。未来的是续卦、错卦、重卦的一个归灭卦了，哎，所以这一首诗也是很好哈、哦。他说归灭卦，对人少一点的侵犯，多一点的爱护啊、哦，则得而入容啊；对人呢少一点迫害啊，多一点的尊重啊，则圆越广啊。对人呢少一点的嗔恨，多一点的忍辱啊，则不必争啊；对人呢少一点的什么呀贪恋，多一点的随缘啊，则心自在。步步落实，才可以江河归于大海，归于我们本位啊。所以你看看，见卦之后又是一个会面的出现的啊。所以你看，对人家多一点啊怎样爱护，日积月累的。就是来成就自己的啊！平常呢，多广结善缘呐，少一点嗔恨呐、啊，多一点忍辱的话，你看我们的福报就越来越增的。所以凡事都是以少而多，叫做积小以高大。所以呢，哎，要达到一个什么？哎，达到一个总归的话，一定要见卦而后归灭卦啊！所以《易经》就是这样排列出来的。最后是互卦的未济卦了。他说由艮宫的少男本宫的本位开始，叫做一本上万书了，最后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了这里叫做游魂的中途卦，所以一直在走到见卦了。所以这个归灭卦啊，归魂卦呢，使其这个九宫回归于本位，如此才算是难得一种什么待行，等待最后一个归宿而已，所以叫做归寄也。所以你在这里等待着啊，所以你看看，我们要有生机，就是要达到更功的上来，所以我们要回归本功啊，所以我们都知道见呢就是什么更功的一个归魂卦，所以归魂到最后都是要归魂啊，它的一个本位回来的啊，所以它才就是什么待然行也，所以一定要归为它的本位。所以你看什么叫做待然行也，我们的老母娘啊，都在我们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一直在等待着我们，呼唤着我们，说儿啊女啊，我们的一个伙伴怎么样啊，我们大家赶快回来吧，所以就好像说以前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父亲哈，他的儿子呢有三个人都到台北去怎么样上班呢，结果呢一去呢五年都没有回来，所以他定时的都到一个地方一棵什么大树下呢就在那里盼望着，每一天呢在那里守着，因为他的孩子说，跟他说他们出去之后啊，一定会回来的，所以呢结果一去不复返呐，所以他的父亲呢每天都在那里等着盼望着，我们的老母呢也是一样在那里等待着我们赶快呢回归于我们本位，所以呢他每天啊都是怎么样以泪洗脸呢，所以呢肝肠寸断，所以呢各位浅显我们不要辜负我们的临兵上帝这一份的厚爱啊，不要辜负我们师尊师母这样的用心来度化我们呐 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修持归于我们的本位，这才是最重要的哈。好，最后一个当言呢，过卦欲也，柔欲当也，怪绝也，刚绝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好，这个都是易经的如意诀窍啊，我们都懂的哈。那说现在是过卦欲也哦，过卦原来它就是乾宫已是变的啊，所以乾宫一变就是变成过卦了嘛。同时呢，它也是乾卦披雅变为潜龙勿用的。所以呢，潜龙勿用代表时机未成熟，所以要隐伏，所以还不能用所以他怎么样还没有等到时机。为什么会这样？过去是动摇的大过卦而来的。但又要说过色内平，凶无咎也。两个因呢，褒姒的君子啊，这相当受困的。所以呢，大限的时候呢。所以你看看大破卦第六爻把它动下去，不是啊，乾卦天空破，乾卦动第一爻叫天空破，天空破又动了第六爻就变成大破卦了，所以你看看大破卦第六爻破变又不好了，叫做过色灭顶。为什么话会变成过色灭顶？因为你看第一爻也是阴的，第六爻也是阴的，把四个君子呢，中间四个君子通通把它包围出来，所以这相当受困的时候了，所以他说上面是一个泽的水比较深，所以呢上又来到这里啊，他要过去了，好像说一个人要过对岸过去对岸了，因此呢一直游到中间了，结果呢半途啊没有力气了，还是抽筋了，还是发生什么意外了。然后这个顶呢，过世那顶啊，顶都是说什么头呢被这个水已经淹没了，整个头部呢内顶呢，此谓凶也呀！什么叫无咎呢？这里的解析说，代表无可救的。所以呢，第一，如果你是一个小人的话，跟你说此路不通，你却自作孽呀，不可活也呀！真无可救的。第二呢，是以君子来说啊，如果被淹没了，灭掉了，我也不可怨天尤人。也不可怨别人呐、所以君子到现在，如果是鱼还是熊掌，两个没办法兼得的时候，唯有随习孟子的，舍身取义啊，杀身成仁，所以就是这个解析所以叫做过世灭顶，叫做大过卦而来的
过去是虚卦坏卦而来的。他说因为你有决心想要来浪子回头啊，想要觉知东方则东流，觉知西方则西而，但是上天来一个大考验，让你们遭到困难的，看你的志业是否坚定，所以叫做过卦啊。所以过卦而获的什么，哎，也是这个坏卦而获的过卦，就是说你真正的要来修半道，哎，来要来扭转乾坤的时候，哎，遭遇的考验了，考验的，所以都是上天最好的一个安排，所以我们一定要突破难关，哎，才可以达到更高的一个阶段啊，更高的一个境界的啊。另外一种啊情形呢，就是过去式是动摇乾卦而来的，所以天通过啊，它是怎样潜移默化，一摇，哎，乾卦一摇动下去，所以叫做阳在下移呀。所以时机未成熟，要待时而动，动摇之后呢，啊，遭遇就变成相遇了。所以过卦的相遇如遇刚也，代表相遇贵人了，光可以见天地之心呐、啊。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借用了我们师尊老大人，他如何来行化天下，如何来做人家的贵人呐、啊。所以呢，有一段影片呢，很不错。所以啊，在最后的一堂课呢，或许呢，特别以我们师尊为主题，哎，包括唱的圣歌也是师尊的主题，包括的一个戏码也是师尊的主题哈、哦。所以这个片呢、啊、非常好，我们细心来研究来看一看哈、哦。这是大陆拍的哈、哦，叫做《孟姜楼》。高兄弟。你这几天手气不好，你就再借我20两吧。先把前几次欠我的钱还清了再说。你借了钱，总是拿去赌，每次都输得精光，我是不会再借钱给你了。前几次是我运气不好，这回肯定能吃来运转的，就再借我20两吧。我赢了钱，保管双倍还你。高兄弟，求你再借我点吧，就20两，要不10两。5两也行。哼，你别做梦了，以后你别想从我家借到1分钱，你快走吧。哼，哎，没钱翻本了。好你个高国山，一点都不念邻居情分，你够绝。哼，
修容断电的断子，您可知罪要人生啊。证据确凿，你还想抵赖？我武兆奎自从为官以来，还从未断过一桩冤案。来人呐，带证人。啊、哦，是你。小人冷二，叩见知府大人，听闻您执法公正严明啊。好了好了，废话少说，把你昨晚看到的一五一十的说出来。是，小人是高国泰的邻居。昨天晚上，小人刚好路过他家门口，看见他鬼鬼祟祟地抱着两批缎子进门。后来我又听说兴隆缎铺被抢的事儿，正义感一发作，就来报案。哦，看他书生一表人才，没想到竟是贼。真是不虚的，这家伙说假话都敢草稿，真是不知羞耻。啊，冤枉大人！哼，人家物证俱在，两经狡辩，来人了，加棍伺候。这个知县断案如此草率，嗯，不能让书生受冤。偷了他十几批缎子回来。嗯，
吃，如此说来，大胆冷啊，你是在诬陷高国台，你认不认？我认。高国台不肯借我银子淫秽赌本，所以我怀恨在心。昨天晚上刚好在地上捡到他掉的缎子，于是便想栽赃给高国台，求知府老爷饶命啊！小的知错了，饶了我吧。哎呦，按照我朝律法，冷二以诬陷罪判入牢六个月，孟四雄以盗窃罪和经营黑店双重罪行判入牢两年，即可执行。我果然英明啊！大人英明，大人英明，谢知府大人。哎，我娘早就教育过我，千万不能做坏事，我怎么就没记在心上呢？我娘也这么说过。多亏了那个从天而降纸片，天助我也，天助我也。这局我就不出场包罗生凤了，留点神秘感。哦，这是我们四尊老大人啊，又是一庄的啊，救人啊，圣机哈。所以你看看我们人呢，往往就是要碰到贵人。所以你看看被诬赖的感觉真的很糟糕。好、哦、啊，所以只要有贵人呢、啊，我们就可以一刃而解。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碰到贵人？所以我们平常要做人家贵人。当你有麻烦的时候，贵人自然就会出现了。啊、哦、啊，所以呢，这样子就可以见天地之心啊。那再来呢，未来是消长卦的偏三遁，柔易刚啊啊，柔呢易刚爻啊，就是为遭遇了，所以要引福人宜能啊，人呢宜能之呢几百之啊，人实能之呢几千之啊，果能此道，虽离必明啊，虽柔必强。所以呢，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就好像君子来讲。到这里呢，要功成不居的，哎，阿、啊、孙，你看看，哎，我们已经啊，达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之后呢，偏三遁告诉我们，过卦相依之后啊，哎，可能我们的付出、牺牲、奉献，到这里不要真正的哎，不懂得来遁啊，所以遁入空门，遁入我们自信啊，到最后要功成不居，才可以达到圆融其事啊。他未来呢，就是依生卦的同源卦而来的。孔子呢，在乾卦的一个什么文言啊？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乾卦要讲三次？因为它后面还有文言蛮多的啊。所以文言本来在《系辞传》里面啊，然后呢，未来啊，以前的人呢，把它排在乾卦跟坤卦，他说这样才会可以达到圆满。啊，所以我们呢，以后呢来研究他的文言，就有这一段。哎，他说同声相应啊，同气相求，水由师，火作灶，云从龙，风从雨，圣人作而万物主啊。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列也啊。啊，所以柔易刚之后呢，亲者上亲，浊者是浊了。所以呢，天空过之后，同人卦。所以呢，你看看，你看我们今天，如果你遇到什么人，可能我们都会受他的一个影响。所以一个人他有没有正，哎，只要看他的周遭的朋友就知道了。哎，如果周遭的朋友呢，每个人都很会打麻将啊，这个一定会怎样，常常是三缺一的啊。如果旁边的人呢，都是一个正人君子、尽德修要修业者啊，哎。他也可能是一个道亲修行者的，好啊，所以这段话他是在告诫我们，哎，真正好好来挑选我们朋友，哎，挑选我们想要的啊，所以你看火跟水都有它的一个特性在，好啊，所以啊，一定要真正达到亲者上亲，不然的话浊者下浊啊，那就可能呢就不太理想啊。第七点呢，未来是续卦的萃卦了。哎，就一个正人君子来说啊，这是一个续命的开始了。因为你没受苦啊，怎么能保存着生机呢？你如何来向着大同世界而迈进呢？所以圣人才把过卦而后变成续卦的萃卦，代表说过卦是相依
却过是相聚，所以也有缘也要有分，哎，所以或许今天要非常恭喜大家，哎，我们从第一天的初级班代表大家一起来相聚在一起啊，我们还可以维持到现在，代表各位前贤已经有这个什么跟四圣呢结了不解之缘了，哎，所以已经得到易经的精髓，得到怎么样，哎，易经的心化，所以我们已经有这个分量了，哦，所以恭喜大家，啊，也希望未来的高级班呢，哎，68堂课啊，哎，我们要达到有始有终啊，哦，这样子呢才不会辜负我们天恩师的，辜负我们四圣的一个用心啊，哦，好，未来是什么内外交易的小序化，然后有机会来遇到真理了，因为无始劫以来啊，冤欠跟业力太多了，哦，而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我们要效果小序化的小子也要慢慢的改脾气，哎，来小养我们以达到大养，因为小序化之后，哎，怎样会变成大序化，大序化就是大养了，所以呢就是要过相遇之后啊，如浴缸也呀，啊，所以为什么叫如浴缸也，因为天空过啊，这第一啊一直上去的话代表小人道长的，所以叫柔玉刚也啊，就是这样子来的，哎，啊，未来是错过了互换，哎，所以老师在跟我们讲啊，他说真忏悔啊，了尽罪业不后悔，心安定，道场才能很稳定，改毛病，身心清净不生病，哎，去脾气，柔和喜悦好福气呀，啊，所以呢，如此才可以见天地之心，互化都是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所以要达到互见本来真面目啊，要时常的真忏悔，要时常的心安定，要改毛病，去啊脾气，自然而然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境界了啊。最后是互化的乾卦，他说什么？坐如钟，血瘀循环好畅通，哎，力如松，一股正气贯调通，行如风，精进之道在其中，卧如弓，身心安泰最轻松，哦，所以你看这首诗多棒啊，哦！他说真心随道，真心来修，行为端正呢，品德优啊，你我他都好优秀啊，共朝母娘乐悠悠，所以你看看我们天空过得到这么难得的机缘，最后的目标就是要共朝母娘乐悠悠，回归乾卦，哎，按奥妙，到最后怪怪也是回归于乾卦啊，所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了，怪卦当学柔也呀，一柔为之小人，哎，就好像人的心病，一点点的脾气毛病哦，要赶快怎么样隔绝，一阴变它怎么样绝掉之后啊，就是恢复什么啊，我们的天地柔一体了。所以水位啊，所谓的与天地合其的，就是这种的境界。所以你看看，把天空过倒转过来，哎，重卦之后就变成怪卦了。所以过卦跟怪卦有什么不一样？过卦就是小人道长，哎，怪卦就是君子道长。所以他君子道长之后，剩下一点点的，哎，一秒而已啊。所以就好像一个人纯阳之体。剩下有瑕疵，有瑕疵，剩下一点点不足，你把怎样把这个阴阳把它隔绝掉，这样子就可以恢复我们金刚之体了啊！可是要觉这个阴的哈，不简单呢，你知道吗？非常的不简单哈！啊，我们来看到过去式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体验？所以过去式怎样乾卦也是上六爻亢龙有悔动了而来的，因为它亢龙有悔啊，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再抗龙了，我们呢要赶快怎么样来忏悔，所以叫做有悔，而且要有决心，不可以改而又改，哎，改的时候又不想改，要学的时候又不想学，所以呢，他乾卦不能讲说一定要自强不息哦，要奋发图强，这样呢可以五个人结一感觉一阴啊，这样就很简单。哎，啊，所以他过去化就是怎么样太亢龙了，哦，所以呢才会剩下一点点的一个什么缺点，所以只要把这个亢高之心呢，把它降服啊，这样子就可以得到圆满了哈。哦
过去式是续过了易过而来的，因为一个人只知道易不知止啊，日子像一杯水倒下去不知止会溢出来的，就好像当时的秦始皇呢，你看拥有天下了，可是呢他还想长生不老 啊，所以呢怕别人比他高比他强能力比他好，所以就来一个浑尸坑儒，所以到最后呢也是被丢掉了。所以你看秦始皇他在位十几年而已呢，非常短暂 啊，所以你看一个人易卦是好，可是呢过多了就易出来了，所以叫满招损嘛 啊，所以这个易卦之后的一个怪卦 啊，过去是易于生卦的大有卦而来的，所以老师说我们要和和气气的凡事呢为对方而着想，遇到事情呢不争不辩不冲动 不急躁不暴怒啊也不生闷气，让自己呢二六十中呢可以达到心平气和啊，让自己的德性呢越来越增加了，此才格绝壁柔也啊。所以你看看啊，过去世是大有啊，所以你看看已经大有了哇，丰衣食食了，什么东西都拥有了，可是呢只有一点点的不足，我们要赶快把它呢隔绝掉，所以呢一定要达到心平气和啊，不然就好像孙悟空一样，孙悟空跟红孩儿战争的时候两个战斗我非常的激烈，结果呢红孩儿呢他就怎么样丢了一个什么啊金环把这个孙悟空套住了孙悟空他的性就是很急嘛 啊，所以呢他要越急的话那个金环呢又怎么样绑得越紧，到最后呢这样他急之下呢太用力了，结果呢人就喷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喷到哪里呢，喷到南极仙翁那里去了他就看到仙翁说仙翁拜托一下，哇这个红孩儿的一个金管太厉害把我们困住了，让我怎样快要受不了了南极仙翁就说放下放下说放下什么啊，你要拿到心平气和啊，你越急金管就怎样反而越急越不急越把它放得下来的时候金环自然呢就松掉了，他说真的吗，他说当然是真的，所以他就怎样真正的想思想方面心态方面就大大的改进之后让自己的心呢达到心平气和啊，所以奥妙那个金环呢砰就掉下来了所以呢这个故事跟我们讲说我们碰到什么事情一定要保持中庸之道，不急不躁，所以包括我们在开会哇你这句很怎样不堪入耳的话，还是说我们怎样看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如何达到如如不动呢，我们不要说听到一句很刺耳的话呢就怎样火气就来了结果说出来的话就好像泼下水滴的水永远都收不回来了，你知道吗，所以人家也看出说哇这个人德性也是如此如此而已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决定的一个阴阳了好，过去是动摇的大状况而来的，所以那方方六阳呢他说上阳于一阳无回阴居阳位所以呢他说照理说本来是不正的，但是他有中道又在君王之上，一个君王呢要统治四阳 这些众君子的话说起来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所以呢圣人 就用了什么和好像一只羊一样，或者呢很多羊上肢呢在羊群当中的羊场当中的所以你看大壮卦的第五爻他叫我们说要非常的谨慎所以呢不然你看看你是第五爻是一个君王之位可是呢如何来带动下面的一个四个阳爻，你一定你的方法一定要很好，所以呢他说上阳以地代表下面的一二三四爻如果你的方法不对的地也可以兴邦同等的地也可以上邦所以呢一定要好好培养我们的德性不然的话一到四爻可能真的上次在阳场这样的就很可悲了
啊，未来是错过了一个波过的啊。他说困难重重的，会受到什么波？做人家的误会了，放言放语了，做人一个刺激了，啊，怎么样围堵了，对不对？因为他说去过了一个波过，是一种遭遇。所以五个阳的要结一个阴的，不是那么简单的。而此阴的再三遍哦，他的位呢比怎么样？比什么人都高哦。所以呢，要五阳大家怎么样一条心，如此呢才可以把这个怎么样阴的绝食掉。哎，所以你看他是居在高位啊，高高在上啊。哎，所以你看看他的位阶比皇帝还要高呢。哎，所以你看他的位阶这么高，哎，你五阳要绝他还谈何容易啊。所以唯有一条方法而已，一种方法而已，一定要一到五爻结合起来，哎，怎样啊？五人同心呐、啊，啊，真的才可以绝掉这一个阴的，不然就没办法啊。啊，所以这个就是跟我们讲这样一个重点。他说未来是交啊内外交易的天子女的卦，所以老师都在告诉我们说，回归活归礼节呀，要切实的做到。人前人后呢都不可以随便，不可以马虎，哎，肾丸要清，不要借着道场去做私人的生意，不要借着道场呢谋取私人的利益啊，这个叫做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天泽里的卦啊、哦、啊，所以你看怪卦之后有女卦出现，哎，所以呢它的含义就是要我们真正守的三清四正啊，所以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啊。好，最后是复卦的乾卦，你看刚刚的天通卦最后也是乾卦啊，怪卦之后也是一个乾卦啊。阿哥呢老师再告诉我们说，世间最有本事啊，世间万有本是空啊，事后因缘就不同啊，不会眷恋与春梦啊，不会执着而懵懂啊，种种心机都不用，率性而为何中庸，诸善切切来与尊痛啊，自成感天空遥空，去掉一阴之后啊，才得变成六个阳爻，复回乾纲之体，得其位而写，方可回归我们本位。所以你看看我们今天不管研究什么经典，哎啊，好好来进得修炼，哎，绝对可以回归于我们的本宫。所以你看看，哎，整部易经就是要真正达到这种境界，让我们回归我们的金刚不坏之体，绝对不是叫我们来算命啊、卜卦啊、看风水、看地理，绝对不是这个。哎，所以你看，我们研究到现在，你会发现说，哎，的确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很多人不了解啊，而误解。哎，很多人呢，哎，都怎样啊？道听途说。哎，只要一听到说易经啊，啊，算命卜卦对吧？哎，只要听到易经呢，哎，那个好像是什么啊，树流动静的书本嘛。其实你看各位浅浅啊，我们已经上了初级班跟中级班了，你看是这样一本书嘛，一本经嘛。所以你看看四圣啊，哎，四圣真的哎很无辜啊，也是很无奈。哎，啊，所以呢啊，我们都有责任。要把易经的心法跟道统的心法还有四圣的心法呢，要好好把它推扬光大，这是祸水啊，今生今世啊最大的一个因果，就是这样子啊。啊，所以希望大家啊，以后呢谁有成就之后呢，希望大家一起来帮忙推动，这是祸水最大的一个因果啊。好啊，我们呢最后啊来看到最后一个单元啊，老师跟我们讲就是这一段，我们也一样的来唱这首歌啊，就是我们老师的歌啊。阿老师呢，他有就是大陆片啊，可能大家都有听过的，所以这首歌非常的短，可是呢啊，蕴含了老师的一个德性所在，所以呢他逍遥啊，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的。所以你看，他说头啊，帽子也破了，衣服也破了，鞋子也破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他叫我们从头到尾都要看破，所以呢，真的有他的一个德性所在哈。好，我们看一下啊。
所以你看，所以为什么我觉得马步一般最后一段呢，这是啊老师的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说我们不管研究什么经典啊，绝对不要忘记我们师尊老大人的一个告诫，所以随习他的一个什么破相，不要执着，所以金刚经整本经就是叫我们破相，包括师尊这样世尊在世的时候他讲经四十九年呢，到最后他才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不可以不他说怎样，我一生一世都没有讲经，如果说我讲经的人就是棒经，你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啊师尊就是让我们怎样不要执着这一些文字波罗，要细致我们的实相波罗，这样子呢才不会一直执着的，包括我们今天研究已经也是一样啊，乾坤同盟虚诵是六十四卦，怎样给我们开辟了另外一条道路，让我们真正更能契入圣人的心心法，也更能呢让我们开阔心胸，展望未来，这个都是很好的，也真正的让我们可以练到足那之功，来成就圣人之道，这个都是一种方便法门，可是我们也不要执着，知道吗？就好像说所有的经典都是要让我们从此岸渡到彼岸，这个过彼岸一定要有这艘船，所以所有经典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有的人读了六十坛经成就的，有的人读了中庸成就，大学孟子都有，我们如果是研究易经来成就的话，到了彼岸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么辛苦了，你要把这一艘船放下来了，所以易经虽然是很好，可是呢我们也不要太过于执着，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真正学习济公活佛的，该放下的时候就要放下，该逍遥自在的时候就要逍遥自在，说貌水破衣纹破鞋子也破，所以呢凡事都要看破，所以只要放得下我们就可以踏出另外一个天地出来，老师呢他另外再交代这一段话很重要的，他说信子呢三齐大开普渡的时候了，得道容易啊修道难啊，修道容易呢了道难啊，只许有功不许有过啊，他说如若前功破过的话，就好像什么千日打柴呢一日烧，不可不慎也呀，所以你看看很多前贤呢哇修了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五十年呢，功夫非常的一个丰硕了，可是呢如果一个不小心啊犯了一个过错，可能呢把你看以往的一个功呢通通把它烧掉了，还是说一个无名火起来的时候可能怎样烧遍功德林的了，所以得不偿失啊，所以老师呢这一段话处理就很重了，他说只许有功不许有过，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研究如何来做才有功，所以要多行功多了业嘛才有功嘛，什么叫做有过，就是怎么样不要谈人死以归嘛，所以或者为什么要把幻讲师他看到的一个经验播放给各位看，就是他讲的非常的细腻，这样子呢才可以让我们回光返照啊，好好回是怎样自我反省一下，我没有看成这样子，有没有犯上这样子，有没有随便乱讲话，有没有呢怎样考倒众生啊，这样子都是让我们怎样来忏悔来反省最好的一个佳绩哈，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呀，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前贤哈，这一期呢我们这么踊跃这么爱戴后水啊，让后水呢有了一个机会，所以非常的感恩哈，很多不足的真的我们呢请我们的主师爷呢赦罪容宽，也请各位我们各位点燃师以及各位前贤大德呢要好好的包容啊，因为真的后水哈才疏水浅，后水的一个水是很浅的，真的只是不知道怎样喜欢读易经，读一千遍万遍也不厌倦，也很喜欢讲他，所以呢讲的再久呢也不厌倦，
阿舍耶真的后水真的是用啊自己的一个个人看法，所以呢要把圣人的意境讲出来真的很困难啊，所以呢后水只是怎么样抛砖引玉啊，不敢啊来说要怎么样讲什么大道理啊。啊，阿舍耶真的非常感恩大家啊，啊希望呢我们高级班啊下一次呢啊继续的来啊怎么样进行，也希望各位前贤呢先这样来啊预习。啊，而后的学习，之后的复习啊，自然而然可以成就自己的一个什么啊德性哈。啊，希望大家我们一起来努力，一起来打拼，祝福大家身心健康，万事如意，大路红，万事如意。